有看我抓住什么啦？讲一下啦，河马。讲一下啦。高雄林园分局两名员警在大寮拦查一对夫妻，但员警手上的灯却变成了闪灯，有恐慌症的男子这时就快受不了了。你敢害我没送？啊，你被违送啥啦？我手电筒啊，安怎？我怕你危险吗？我有精神跟心病啦。我唔知你讲。你害我啥秘书？我有啥秘书？啊！我有啥秘书？我手电筒就是安尼啊。哎呀！即使太太苦苦哀求，远景态度强硬，持续闪灯，还语带挑衅。恐慌症发作的男子想要出手制止，双方爆发冲突。你们哎呀，你搞鬼去！你们搞我当兵？你搞啥？妈呀！他情绪这么激动。他有忧郁症啊，他躁郁症啊，跟他没关系啊，就可以这样对警察。远景越退越后面，就在这时候，拿出辣椒水往男子脸上喷。走开哦！你是这时支援警力赶到，依旧扬言要办到底。我开的啊，哎，刚在那边喝酒那一个啊，我没有喝啊，怎么可能？原来警方怀疑男子酒驾才会开车卡在空地的水沟，但仔细看警方提供的画面，哎，你开的啊，你的鞋子在这，下车。警方可以合理怀疑，但盘查过程却刻意用闪灯照被盘查的对象，让男子觉得遭到远景霸凌。哎，那边门框了，我手册啊，你赶快买几个，别搞啊，一挑衅啊！林园分局将持续检讨精进远景执行技巧。持闪灯的远景已经多次被投诉执法过当，林园分局是否该慎重调查这名远景执法时的心态？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